就这样一按一压，一定要是干头发啊，然后这样干发揉搓，哪里有白发呢我们就揉哪里。来啊，家人们看一下，刚给叔叔把头发洗完了，来看一下头皮哪儿都不沾，还是干干净净的啊。挤出来以后，像阿姨这么长的头发啊，用个七八下就可以了，就这样干发揉搓，揉搓多长时间呢？揉搓十五六分钟即可，就这么简单。有的老铁说，你这不是弄到头皮上了、额头上了，哪儿都是吗？你放心吧，家人们，哪儿都不沾。来，我给阿姨揉搓，你们看我效果。现在阿姨的头发呢，全部都已经变黑了。咱们现在开始给阿姨洗头发，你们看我效果。来，来，首先看一下头皮上面有没有一点黑的啊？来，朋友们，我给阿姨把头发吹干了，你们看一下效果。来，朋友们，给阿姨吹干了，看阿姨的头发，看到没有？特别的柔顺，而且一点都不干，光泽度看到没有？特别好。